我是一个汉族姑娘，30多年前自由恋爱，我就从宏远嫁到这个堂口来，就嫁给我身边这个不明帅哥龙哥。结亲的车子车就是那个五羊摩托车，那时候开心的很，五羊摩托车上坐起。当初我们是又是唱又是跳，啊，那个跳的是摩托车，摩托车在跳。这条路上以前的条件不怎么样，以前这一路上是土路，没修的有这种柏油路，也许太激动了吧。我骑了一个五羊本田摩托车，路上都骑飞了。我们还办飞了的哦，真正的。那时候也没想啥子。反正今后的生活是那样子，对我来说的话，真正是，确实是迷迷茫茫的。两家都不赞同我们这个婚姻，然后他来接我来了，然后我就跟着他走了。家里头我哥哥反对，也在说你嫁给一个牧民，你只有去放牧，你放不来牧，你也吃不了这种苦，所以说很反对很反对。但是呢，那时候他们也只想到只有游牧，只有放牧这条路。他来说到我自己的心声了，所以说就眼里水都说出来了。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人的一生有许多回忆，只愿我一的追忆有个我。这次我来了，主要是想借鉴一下他们这个民宿，就是每天晚上能卖得到3000至4000以上的这种民宿。那年你阿爸当阿妈爷呢，你七零年阿妹买起投诉当波拉对面，忙顺中康也不忍住成现金流了。别拉忙儿过的希望，你那个东西那个，没落什么技能了，从我人家都听不上。我吃了蘑菇，蘑菇营养多，穷死你！干的可没钱，忙不起来了。91年下半年，我们就在堂口来了嘛。每天我们要用几桶水，就去吊。每当我一吊水的时候，那个风又大，吊满满一桶，一跳我跳不起，我就开始眼流水就开始哭，就不停的伤心。为啥子这个条件是这样子的？为啥子我从来没担过水，我掉水我就开始在哭，真正每天下午掉水我都要哭。好，最后慢慢慢慢，我们两个月挣得到点钱了，就是1块钱一条。有时间东哥看到我挑不起，他还是愿意用这个1块钱去买。这个你当地一下给二哥，但是呢，就这下给你弄来，把这个我们这个买的，根本的那个大爷说的小东西买的，但是你这下给打扰你就的，但刚给他给你弄，他后面就走的，但你这个下给的呢，但二哥下给的是的呢，但二姐二的人就过他这都那个，女儿过打嘛，几钱个呀？但女儿过的几米的那个嘛？我当时当晚在里头看了，民宿上看着过，打几千不？再后一步吧，如果是两个一起修起的话，就这个就资金压力肯定太大了。大家跟他们个小男个个这个都呢，大家跟那个年纪嘛，如果他很养都不能路过去是的，我怎么上个？再弄个酒上个？慢慢上去，酒席上个。啊，看这个，那种好了。理解这个农村那古希望，你当真有的吗？在当朝为咱们家干亲戚呢，俺让路这个老兄弟干不养小娘啊。这个东姑家个这过不去，路的阿皮堂姑的啥亲戚把村村呢？这大兄肯结盟等着进兵能争统一，空给心里嘛装罢了。这大姨苏先兵落在了人中心里，阿妈当年等康巴里的村康西巴里了。前半年这个人来咱那地是个地带，每个人都穷都老不着过，地没什么吃的，大家干啥来囤的？到那地头，大家给些个讲，我说就讲，看我说咱们这里讲，
我就是说上面过能利用的那个，底下跟住那个就差不多就穷途末路的都是那下户人的教育的，上头那个底下忙个些是蛮心个蛮大。你等你跟他挨着个，就性格、人格个就么个就离开就养生养生，弄得紧紧的个，还个看样子嘛？他么个讲离开刚个开个，我么个伢子就不是，对么子？原因啥子？当时家庭那么反对我，不准我跟到他。哪怕我觉得跟到他再痛苦，慢慢的改变嘛。 小美女两个，哎，今天我要考验你们两个一下。考验啥子啊？我要扮演一个游客，我要考验你们哈。那你提前给我们俩说。嘿，不说不说，我跟你们说了的话就没得意义了啊。不紧张，等会儿你们就晓得了啊。好。阿明的大运中康这个拉多他们先进去了。 大大木三七又给喷你，差些中途里忙出状况就成气了。俺让苏忠先生又办的了。哎，你们俩看一下，昨天穿了一水洗了就变黄了，这个怎么处理啊？你们看这个怎么办？我这个衣服买的很贵啊，穿了一水在你们这一洗就变成这个样子了，谁再来敢在你们酒店住现在？怎么处理？怎么处理？ 说啊，不行的话我们就打幺二五三，我们投诉你们。要不然我在网上我会说你们。不能想啊，现在我是游客，不是你们的董事长，你们也想哈，因为看哈这个该咋个处理。你们来今天吃了酒了？啷子好？那就是我呢。是不是？那可这个这个这个样子那个这个。啊，我们的特色嘛。哦耶。 就讲个，你工资都去，你看见当宿舍里向，但你带起一个不嘛嘞？他好像这样，但是七个多，那个怎么带？跟我来想送来去没？但，你们不方便的嘛？嗯，那我们就看下这个方案，对不对行嘛？等会儿那个客人下来了去，我们问下嘛。对了，俺弟你们跟你们住起来，我们不跟没过。嗯，他如果达到我这种。 Bello, aja ki mak ke tarjinde tak tamjut juga dasar meriah, tamjut dari musuh siapa juga. Abah, tamjut cerun. Nah, nah juga, aja ki bangga macam cerjinnya. Nasi tu juga zat yang tunggu zat tu, tunggu zat tunggu cie zat tunggu zat sih, zat tunggu zat apa tu? Tapi zat yang ni nanti zat tak cak zat tak cipu cipu tu yang ada ke. 吃起来了，他用了那个麻雀，啃过的那个是嚼上都粘住，接龙啊，所以他吃素，他用了那个麻雀，眼看嘛看，吃起来就是，对吗？就讲的，对，就讲你看那个用了那个，他用了那个，那你个黑袋子个黑酱香的红木耳，他用了那个刚个，他穿那个用了那个，真干肉个，他那用过的那个，对吗？个南边那的，那个，但你用了那个，你错开我讲的嘞。 阿爸爸，马克个蛋，那么可不能吃。他都蹲在那是个，他阿些个马青的当香上来。哎呀，他用了那个针，阿些南木针干肉的，南木棍的，他吃那节的那个，那你个哈提那个会没酸那样的。他那你个蛋用了那个蛋，吃那那也几千种那个，他哈吃，针个当那个用个多的那个，对么子阿些个热腾的。 该在大荣阿些个尼么子个肉特别多呢，大荣那个汤面马奇全国阿些个特别一级的，那个马克个大荣的，都好在一块接呢，但养阿些个尼么子肉特别多。俺让罗娜穷都是阿平阿错了，马克个当初当，南苏个上古的，新疆个黑里大神呢，让这接大当真是没得几怂恿了。
Tarjil yakpo khuchila. Ni to judanur api maku tamchu khaje pri cheli nyami khaje parela. 大家都用这个摩托车去放牧了，然后东哥就觉得这个马很少，他觉得还是应该把这个马重视起来。一会儿个兄弟个样，但一会儿个下个就去做工了，但是认真做一头呢，地木些在那落到，你什么的。 我们去新疆村，他们，那个那地，大漠子在往这个就那么他们那去，那不是人过的。呀，我这呀，当地金麦吃的少，就你妈的金麦在那，等起多你是哥哥，等起多你简直吃的少。那个当个家给你妹子，在亲自用下给做那个做个那，那个让给他是属于是个让他们那个啥的玩意儿的。 下个当个家给你妹子，在亲自用下给做个做个那，那个让给他是属于是个让他们那个啥的玩意儿的。下个你再过去的这个，这其中那个那用那个金麦子，都过些不能的过。大家让个叫个见面那里嘛，个在群的让个人讲，我都不晓得。阿皮里头些的，我尼过阿林卡瓦当，三七没特别，下完没牛阿吉这个，我路接了来个，他们过的大东中康那边，他们你去马进站的隔旁边，中部你联系巴里了。我路接这个来个。 多这么些钱，中康一把就跟这个城市去了。阿皮古尔说呀，你那个无论哪办的了。很多人就过来看我们，我说是这个是我们住的酒店，而且客人来了要住。他说哟，你休息这个哪个来住你的哟？我很生气，我就骂了他。我说反正不要你来住，你一定相信这个不是你住的。 你阿妈让给人来，也去全部有办的呢。你同学路你让给办起来了。路边汤库中头的，也去那哪能没比东升这个真心都吃巴当。别你从路当让把车又打麻子了，把东中头穷穷的，突然过来讲接了个事情了。现在一会儿我单位忙不起来，你联系起来。阿明中把俺接单就去办的了。确实是有点。 你看嘛，这个喊了，就二天回头可以他们带了。第二天晚上的时候，他说啥？啊，你个人是不是遇到啥子问题了？对对对。是不是没在这个工作岗上？嗯。是这个是有啥子原因？有啥子困难，我们可以去帮你解决。有啥子难处，你也可以跟我们说。就是。对。你给他问一下。你要去把这件事情弄好。嗯。噶，你看哈，我们那么多员工，我们的气脉。 从修摩托，阿伯同志就一直就教他修摩托，手把手的给他教会。然后我们修王府的时候又电，又教他水电，然后改那个改那些很多东西都需要他弄的那些，他都弄得来了。现在跟了我们20年，这些啊，你如果多培养几个这种的人的话，我们这个生意不好都得好啊。 这些你反正下来还是跟到他们好生沟通一下，噶。这个菜喊了就要不得哦。一会儿为娘些事情真正的呢，阿米最近阿拉想比下外就来了。一会儿我俩拖更多拉丁和饭桶子，阿米爹妈他个娘些对你拖得起巴的了。现在第二个来三个兄弟们，我一会儿我俩看了没领把人得得起爸妈子了。 端的个穷穷的，我站边着走，没干成个种村子，没动那里南极西面的巴拉，连太阳西巴里了。阿里爹，咱们的阿皮塔拉，穷乡叫是今年长个几样么的个？塔拉里边路当不了，我从网上申请阿皮开了年巴里，西江阿帕拉全部入马铺了。 其实，搿些我们他可能是搿个，就讲在就，俺就服务的那对面的，你们要个的，那个点那些，等俺年轻几个，就俺服务渠道搿啥么子，我操的，我服务渠道搿啥么子，你当面好话搿些，刚上刚见着的，只能对面叫个那个。三十年，我真正从来没给他顶过一次嘴，真的没顶过哟。我就觉得，我害怕他伤心，我害怕他难过，我愿意我自己难过，我不愿意他难过。
Зуго. Мене зона мато с гинка мада ще позушето. Та харки вона да ката хмачи. Киса старчика тани ми ката я вона да ка янсон на антартан улингонре. Нитон Джорджа Лура Тари Ниоблан Джертошо. Апала Сярган Дергтоджи. Тазул Таню Пи Джимсен Хаку Атан. Килин Тобарила.你都年轻人啊怕冷存呢空格没气等个用的起码为六十个了从你的用的不拉过啥呀去当本质用的个路的人呢结婚给阿米多等些人品中空格过你可不是家巴里了个门儿个毛巾也存在有个门儿就这个我去人工啊去人在嘛我们的如果一个呢他如果一没他们的地方这个路都可是他们的门儿个心中三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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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了，妈一天都在你的身边。他说挂的嘛啥子？我都晓得嘛的，但出新村中那个，其实个离开那个，但用那个马克大街那个用那个，但用那个直不直，斜不直，里面就晓得个，路给啥趟去嘛，也是过不去。但都说用那个，但斜不直的里面过那个，底下个街区有。那当然，阿明阿皮打车的，也就去三门布拉送你，也过几年同邻过三八里了。上次为了陪那个黄河姑娘，这个马拉又要带到黄河边来，然后就一匹很漂亮的一个马，就脚杆摔断了。虽然是一家人，但是还是给他说了个好多对不起哦。但是他说是没得事，已经都还是包扎的可以。其实让家姐人们的公共村镇些头两件西巴汤汤呢，汤锅中的煎中看个锅西巴麻子了。阿米一会儿他呢，这这些事情了当爹，门童老人家真不想投入了。哦，现在像我们酒店年的这种的话，像我们修了房子些，全部是有贷款的，明年子能不能够续贷？对对对，好，我们就这些就，反正写上去，政府能不能反正给我们解决？但是我们还是给政府汇报一下，噶。哦呀，好好好。就是我希望能够通过陈会长你。为我们唐克镇所有的在疫情期间做出贡献的每一位人能够带来一点慰问。对对对，就是现在旅游协会我们那个群里头都有300多家，这个每个人给50块钱去买些东西，真正给他们一些慰问还是可以，真的确实可以。好，说得好，说得好。你当叫俺楼上阿妈唐克中的人一个人腾出去厕所单板里了，你当就等楼上阿妈当阿爸你哪里样总是住进阿云拉单板里了。古典那种空年纪深刻当多刻些比没当下娃结盟的先有了。罗龙家现在刻下五十个下个现在个，对的，我的大龙就上来了，后面是用钱的那是这个用了这个，对当初上个拿马用了的跟下个罗布江结果，但是我记得那个对离开青山那你们和一个在下个，这个西个也去年带人卡当西个也没上就多。马路忙不过急，爬满你家走动了，清早你就开林当家就投标了。文江年轻空年轻呢，忙儿同于他，你大娃精神上没了。阿皮你同年什么路了？打了几针西巴当？三千钱你带女儿用去了？打几个钢把他锁住当？用点这下皮这特别的娃讲的。日的阿米忙儿不清当呢，财经投币忙顺中看你个三的。你带下去，带去弄那个，去给他个叫你当，我马上去听那个，他刚刚当的高。我奶家的娘娘那几个没跟他弟媳妇聊了，都听不见声了。大的老大下个，一样个领导要干呢。哥哥，俺亲对你个姐妹要干了。新娘们，多苦闷呢。
Chotu <笑>大家跟我这样子走的嘛<笑>大家都是要这样走的<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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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아마마 我的天，老天爷，真的是，哇呀，天哪！要不要重新来嘛？你人生短短几十年，我很珍惜这个光阴，因为咋说呢？我们这个恋爱，我们这个婚姻，我们这个家庭来自北京，我们好好爱。<笑>